大家好，我是崔咪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很适合 party 还有一些宴会的，就是比较特别的彩妆。然后今天走的是比较有点激烈的路线，这边就是已经画好了，可以看到就是比较银白色的感觉，然后还有加一些水钻的装饰，步骤也非常的简单哦。首先是这个，它是 MAKE 的一个眼影霜，然后它是银灰色的。我当天去那个就是他们柜上的时候啊，他们其实最近在推那个就是圣诞彩妆，虽然圣诞节已经过了，可是就是他们那个银白色的圣诞彩妆真的很美，就上面都有那种大理石的纹路。然后那时候我就被一个那个颜色烧到，就觉得超美的那个颜色，我一定要买。可是它单擦起来好银白哦，所以那时候我就请那个他们的那个彩妆师帮我设计这一款彩妆。我觉得这一款这个眼影膏还蛮厉害的，就是它单擦起来它的饱和度蛮够的，就有那种很闪亮然后 party 的感觉。先上来眼窝的地方，还蛮快的。好，然后接下来是眼线，这个眼线是那个 Miss Hana 的，它这个是没有珠光的这一款黑色的眼线。眼线笔主要的形状，只要顺着眼睛的形状画就好了。等一下那个勾勒的部分，我们就交给眼线笔。做一个全框式的眼线。然后接下来是眼线液，这款是日本买的眼线液，它叫做爱，就是反正是新的系列就对了。台湾我不知道哪边有卖，可是还蛮黑的。眼尾的地方就用眼线液勾勒。因为这款眼线比较特别，你先拉长之后呢，这个地方四分之三的地方要突然拉出来，拉成一个飞扬的直角。反正这款我想要圣诞节的时候发的，不是因为太懒了，没有了，因为都在出国。飞扬的眼线。OK。然后最后就是我一开始被烧到了这款 MAKE 的，它是大理石纹的一个限量的眼影，上面真的很美，是银白色的，直接轻轻的上在，刚才的深色是上在眼窝的地方，那这个就是上在它的上面，做一个渐层。马上就有 party 的感觉，然后下眼线的地方也有，
这样。颜色的部分已经差不多，就差不多这样。再来是水钻的部分，水钻我们就粘在下眼线的地方。我刚有稍微研究了一下，最简单把它把那个水钻上上去的方法，就是其实直接用那个这个是睫毛胶，直接点它。有点白胶，没关系，它等一下就会变透明。噔噔，这样子粘起来，应该拍不到。这样子，马上就有一个很闪亮的下眼线哦，这样子。然后呢，在夹彩的部分，我们也是选择比较有光泽感的。这款是兰蔻的限量版的，上面有个帽子，好可爱。它这个擦起来就是有一种淡淡的珠光，没什么颜色，可是就是淡淡的珠光感。全脸都可以擦，或者是脖子的地方都可以擦。然后最后是今天的重头戏，哎呀，是这款哦，这款唇膏真的颜色真的超美的，它好像是 MAKE 跟 Lady Gaga 出的限量的系列，然后刷子是 Bobbi Brown 的，我之前在那个机场的时候买的这个限量，很漂亮，很像晚宴包。然后它里面好像有六七支刷子，可是最近那个Chanel出的，我也好想要哦。Chanel好像有出一款刷具组，它颜色很像那种芭比的粉红色，真的很可爱。OK 啦，我觉得最近好长，很快天就黑了，所以那个光线不知道有没有很好。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 party 彩妆哦，拜拜。